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。HSK 二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三十五题，请大家注意听力考试。 现在开始，第一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我们家有三个人。我们家有三个人。我每天坐公共汽车。 去上班。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给，这是晚上的电影票。给。 这是晚上的电影票。二，妈，你做的鱼真好吃。妈，你做的鱼真好吃。 三，太好了，我们进球了。太好了，我们进球了。四，喂，我到了，你给我开门吧。喂。 我到了，你给我开门吧。五，我们比一下，看谁跑得快。我们比一下，看谁跑得快。 六，他正在给学生上课呢。他正在给学生上课呢。课呢七，先生，您要的茶来了。先生。 您要的茶来了。八，大家看我这里，笑一笑。大家看我这里，笑一笑。九。 快七点了，起床吧。快七点了，起床吧。十，你觉得这件衣服怎么样？你觉得这件衣服怎么样？ 第二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你喜欢什么运动？我最喜欢踢足球。你喜欢什么运动？我最喜欢踢足球。 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五题。十一，你说的是哪个字？我写出来，你就知道了。十一，你说的是哪个字？我写出来，你就知道了。 十二，孩子睡了。是，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？十二，孩子睡了。是，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？ 十三，小狗怎么了？今天都没吃东西，是不是病了？十三，小狗怎么了？今天都没吃东西，是不是病了？ 十四，女儿呢？去游泳啦？没有，她在房间里看报纸呢。十四，女儿呢？去游泳啦？没有，她在房间里看报纸呢。 十五，谁打来的电话？我也不知道。他说他姓白。十五，谁打来的电话？我也不知道。他说他姓白。 现在开始第十六到二十题。十六，有时间再来玩儿。好，别送了，快回去吧。再见。十六，有时间再来玩儿。好，别送了，快回去吧。再见。 十七，苹果洗好了，吃一个吧。好的，谢谢。十七，苹果洗好了，吃一个吧。好的，谢谢。十八。 你爸爸身体怎么样？非常好，他每天早上都去跑步。十八，你爸爸身体怎么样？非常好，他每天早上都去跑步。 十九，还没到九点吗？已经到了，我的手表慢十分钟。十九，还没到九点吗？已经到了，我的手表慢十分钟。 二十，你的书都在这里啦。不，外面还有一些。二十，你的书都在这里啦。不，外面还有一些。 第三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小王，这里有几个杯子？哪个是你的？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。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？小王，这里有几个杯子？哪个是你的？ 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。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？现在开始第二十一题。二十一，你汉语说的真好。 学了多长时间了？谢谢，我从去年开始学的。男的什么时候开始学汉语的？二十一。你汉语说的真好。学了多长时间了？谢谢，我从去年开始学的。 男的什么时候开始学汉语的？二十二。公司旁边那个水果店，你去过吗？去过。 店虽然不大，但水果很多，也不贵。水果店在哪儿？二十二。公司旁边那个水果店，你去过吗？去过。店虽然不大，但水果很多，也不贵。水果店在哪儿？ 二十三，到了北京，给我来个电话。好的，我下了飞机就给您打。男的怎么去北京？二十三，到了北京，给我来个电话。好的，我下了飞机就给您打。 男的怎么去北京？二十四，你的眼睛怎么这么红？昨天睡得太晚了，没休息好。 女的眼睛为什么红了？二十四，你的眼睛怎么这么红？昨天睡得太晚了，没休息好。女的眼睛为什么红了？ 二十五，小李，你妻子也来了，怎么没看见他？他在里面看电视呢。小李的妻子在做什么？二十五，小李，你妻子也来了，怎么没看见他？他在里面。 看电视呢，小李的妻子在做什么？二十六，生日快乐！这个送给你，太好了。 我早就想要这个手机了，男的送了什么东西？二十六，生日快乐！这个送给你，太好了！我早就想要这个手机了，男的送了什么东西？ 二十七，今晚来这儿跳舞的人多不多？不少，有一百多人呢。有多少人来跳舞？二十七，今晚来这儿跳舞的人多不多？不少，有一百多人呢。有多少人来跳舞？ 二十八，28, 您好，请问张医生在吗？他今天没来上班。男的要找谁？二十八，您好，请问张医生在吗？他今天没来上班。男的要找谁？ 二十九，这个房间太小了，有大点儿的吗？我去帮您问一下。女的觉得那个房间怎么样？二十九，这个房间太小了，有大点儿的吗？我去帮您问一下。女的觉得。 那个房间怎么样？三十。那家店的咖啡很好喝，我去买两杯。那你快去吧，电影快开始了。 男的想要做什么？三十，那家店的咖啡很好喝，我去买两杯。那你快去吧，电影快开始了。男的想要做什么？ 第四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请在这儿写您的名字，是这儿吗？不是，是这儿。好，谢谢。男的要写什么？请在这儿写您的名字，是这儿吗？不是，是这儿。 好，谢谢。男的要写什么？现在开始第三十一题。三十一，你想去哪儿旅游？ 我希望这次能去中国。为什么？我朋友去过那儿，他告诉我那儿很漂亮。女的为什么想去中国？三十一。你想去哪儿旅游？我希望这次能去中国。为什么？我朋友去过那儿。 他告诉我那儿很漂亮。女的为什么想去中国？三十二，你星期日也要去公司？是，这几天很忙。 有事吗？想和你一起去看看房子，下星期吧。这星期我没有时间。男的准备什么时候去看房子？三十二。你星期日也要去公司？是。这几天很忙，有事吗？想和你一起去看看房子。 下星期吧，这星期我没有时间。男的准备什么时候去看房子？三十三，外面还下雨吗？不下了。 天已经晴了，那我们出去走走吧。好，等我几分钟，我去穿件衣服。现在天气怎么样？三十三。外面还下雨吗？不下了，天已经晴了。那我们出去走走吧。好，等我几分钟。 我去穿件衣服。现在天气怎么样？三十四。你现在有多少钱？三百多块吧。怎么了？那个椅子要一百六。 我没那么多钱，我这儿有，喜欢就买吧。女的想买什么？三十四。你现在有多少钱？三百多块吧。怎么了？那个椅子要一百六，我没那么多钱。我这儿有，喜欢就买吧。女的想买什么？ 三十五，请问北京饭店怎么走？往前走，就在路的右边。好的，谢谢您。不客气。男的要去哪儿？三十五，请问北京饭店怎么走？往前走，就在路的右边。好的，谢谢您。不客气。 男的要去哪儿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